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要不要拿一瓶水给他喝呢，可是我又很害羞，所以我就没理他。就没理他，然后后来就开始慢慢的因为那一次的关系就开始有了认识的机会。 对啊，其实那次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但后来就是我们陆陆续续都在颁奖典礼上面有遇到过，然后就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开始我觉得彼此就是还蛮投缘的，然后都一直聊天，后来就会私底下约出来。云晶，因为你本来跟我说那个连线是12:15，所以我现在这边有一点事情，我可以，你不介意我边走边跟你讲吗？我不介意，我不介意，大家慢慢聊嘛。那去。忙啊，坐飞机，忙着坐飞机，来的，今天早上，我太感动了，真的，我不没有想到哎，我就知道你没有想到。因为呢，其实云晶跟我说叫我来这边帮他站台，他说了两次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来不了。然后他跟我说那可不可以直播连线，我心想其实我觉得我会飞过来，可是可以先答应他。你没有人知道吗？你们有人知道吗？没有，只有他知道，只有幼时。你真的很会瞒的，你像话吗？连主持人都骗。对，谢谢哦，真的，我好感动哦，我好感谢你，谢谢。真的，所以刚才见识说呢，在颁奖典礼上面，两个人就开始结缘。但邓紫棋，等一下，你人都来了，蛋糕也送上，要不要聊一下？你原本是希望跟张芸京组一个团体，是不是？组团体那个是我们很久之前的一个梦想。可是因为最近芸晶叫我帮他来站台的时候，我更着重的就是今天刚好是他生日嘛。对，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生日礼物送给你。然后芸晶跟我说可不可以连线的时候跟我庆祝一下生日。而且因为我想说他很忙，所以我就说你知道我那时候留了一个梗。你留了一个梗。对，他说你帮我庆祝生日的话，他说可不可以送我个蛋糕。我想起来了，然后你说你又讲一句话说等我的惊喜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讲了一句，我说等我的惊喜，我想说就蛋糕啊，惊喜就也没想太多。真的邓紫棋就跳出来，你很烦，好讨厌哦。那今天机会难得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听那个 Jane 邓紫棋现场，蛋糕也来了，你本人也送上这个 surprise 了，要不要带大家唱生日快乐歌？好啊，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一起唱给芸晶听。对呀，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，怎么只有我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送上蛋糕，本人也亲自送来这么悦耳好听的生日快乐歌。哎呦，我觉得我现在心情还没法平复。张芸晶，你应该真的吓傻了吧？我真的吓傻了，我刚吓傻了，没有想到，对不对？我完全没有想到，没有，我怎么回事？还想说，我唱一遍。对啊，所以等下俊就要飞走了吗？我下午3点的飞机。不然就等下飞来又飞走这样子。真的，就为了你特地而来炫富。真的，我真的是面子太大了。真的，所以小天后见邓紫棋特地来帮这个另外一位天后，指日可待，张芸晶来帮你站台。谢。所以呢？因为去年生日，芸晶也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制造了一个惊喜给我，真的，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还给他。是，谢谢你啊！对了，两个抱一下，抱一下啦！真的，谢谢见邓紫棋，谢谢，太顺利，谢谢。那你要不要？不是说你来要我请你吃鸡排吗？你现在这里有鸡排吗？这里出去
买，但是这里有凤梨酥，对，是赵云金的妈妈亲手做的凤梨酥，然后呢，请云金就回赠给Jen邓紫棋，好不好？还有礼物收，谢谢。对呀、啊，可爱耶！来，邓紫棋，今天也不是白做工了哈，来这边之外呢，还可以送凤梨酥，不错哦。走边，走边。